哦，有，你像关掉暂停，嘿嘿，啊！佛了！哦，聊天室果然被挡了。哦，乌鸦安安，西明安安，滋滋安安。等一下哦，合拍一次。哎、欸，我任务解完，我就要换游戏哦。有个游戏前天看很久，今天买了，就买了另外一款游戏。放射房间。98592，98592，对嘛？今天才正常啊，怎么昨天、前天都没人来陪我玩？等下有谁哦？杨安安，你开两边哦。哦，林安安、雨桐安安，哎、欸，谢谢你真的帮我扫，你是不是喜欢我？我可以考虑。听话安安，然后叶风安安，微云安安，棉被猫安安。啊，保守估计两场嘛，最少两场，最多可能就三场，玩完就没了哦。我爱吃五指葡萄，好吃。并没有，你没有喜欢我，那你还对我那么好？没喜欢我还对人家这么好，迷彩翠梦安安，早安早安，晚上好。你对我这么好，我都有点心动了，天哪！反正大概就是下午或晚上开台吧。如果萤火的那个我没挂满的话，我就会开上悬挂。那就是图稍微走一圈这样的。咪咪欧阿利安安，哎、欸，不好意思哦，啊，任务要自排风啊，可能爱的人不是你的人，是你的肉体，那我也是可以的啊，抱歉了安妮，雅思安安，没有，其实我在想。因为现在我合作伙伴的那个实况盟友那个时间已经就是开台次数已经够了，现在就是等退群那边寄信给我，对啊，看是怎样。但是想说昨天跟温阳在聊嘛，就是可能这边也不可能完全放下，因为很多人还是想要抖这边的钱。对吧、啊？哎、欸，不好意思呢。雪莉安安，今天有看到你那个，你挂我旁边。哎、欸，啊，只是你就挂着了。感谢羊的续订。啊。我还要再另外开一个直播看自己的啊，我现在看不到是几个月啦，所以我需要，不好意思，看不到是几个月啊啊啊！好难听的声音，好难听的声音啊！这谁的声音好难听？显示，感谢羊的十一个月，耶，七个月，耶，又被骗了，耶，嗯呵呵。静安安，反正不是七个月，没错。薛丁格的会员，哎、欸，好嘞，这
月饼，吃月饼。没关系，反正我要怪人家版啊，是雀魂对，但是只解任务啦，我等一下玩，等一下玩游戏，玩其他游戏。有人可以抢番吗？你抢得到的话，你抢得到的话，当然欢迎啊，对吧？是图奇这边应该就是等邪教羊吧，那些游戏开始完之后，看可不可以拼勾勾再拼拼看啊，如果拼不到就只是去那边玩联动游戏了啊，我尽量啦，那边脱离太久了，太云，哎呦，叫云了吗？海鸟安安。有加到我朋友吗？没有，那时候点亮的时候你不见了之后他就跟着不见了，我想说奇怪是我的网络坏掉、喔、然后后来你就过几秒钟就出现又在沙滩里面，我想说哎呀、欸啊、不是，你不是要说带我认识你朋友啊，人嘞无奇勾勾就算了啦，不算的啦，我再试试看啦，不能算了啊，我不能说算就算，反想说好想唱歌哦、喔、感觉那时候是串线，对啊，拍番茄那时候你也看到嘛，人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对吧？感谢捷云的30块，谢谢。用这个声音。感谢捷云的30块钱，谢谢谢谢。啊，爽了没？爽了没？我的退曲挂着蒙夯，真的假的？我不是有更新吗？欸、不好意思，我在神火村打雀魂麻将，没毛病啊。奇怪，我记得有更新的、欸，哎呀，不然这个好了，挂这个。啊，感谢提醒，啊，是有是有，感谢雅思赠送五个会员，谢谢谢谢，小鱼。还敢偷偷挂台啊，被炸出来咯，小鱼你被炸出来了，哎、欸、雨桐你也被炸到了，哎、欸、天哪、啊、番茄没领到，没事啦，感谢赠送给雨桐、彩鸟、小鱼、张文静、雨翼，谢谢谢谢，挂台被炸到了齁，对妈潜水，我那时候在挂其他人退取台的时候也是，我想说嗯，挂着我在那跑光遇还是玩公主连结的时候，他说感谢镇定，哎、欸、有繁星，哎、欸、是那个繁星吗，我就把手机放下来说安安嘉熙，你要进群。嘉熙，你要进群。可惜才刚进来，不会啦。不要觉得可惜。不要这个想法就好。木木安安什么群？我们的 DC 群啊，要不要？繁星的爱窝、爱巢。有没有？你有想进群的话，你好。哎、欸，怎么打？不会打，感觉好神奇。对，因为但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因为如果被赠送的话是有点像是试用期嘛，就是如果试用进群之后觉得满意的话，可以考虑
花一杯饮料的钱进来，对吧、啊？因为我前阵子就在聊镇定会员这件事情，是怕说镇定到有些人根本不想进去啊，或是镇定到可能会被乱的人，所以那时候是先改成那个镇定的话就是试用，类似试用啊，体验。感觉好神奇，我跟你讲，你可以贴这个贴图了，这个是我目前最满意的贴图。奥迪安安，哎、欸，你今天收到幽离的那个哦，好，不好意思哎、欸，所以那个是抢的，抢什么？你说幽离的收编吗？我可能要再私下问他哎、欸。没了、欸，好狠！ダブリドラドラ、マンガン啊，没解到任务，哎呦啦，解到没放枪而已。我的斗内是不是被盖掉了？你斗什么东西？等等，你斗什么？感谢巫医，谁？灵异九九。学生党没钱，不然找个钱，慢慢来啦。哦，你还是学生哦、喔。你抖了什么？不好意思，婕妤，你抖什么？你要跟我说，因为他最近绿界欧富宝怪怪的。绿界，可是抖内有跳出来，因为那天他们抖小 A 绿界没有跳出来。你抖什么东西？不是在嘴你啊！你抖了是哪个平台的？你要跟我说。他 YT 抖了30，有啊！我刚不是有感谢他？哦，竟然有混音这个东西哦！哎、欸，对，不见哎、欸。刚是同时出现盖过去了。哦，有哎、欸，看到了。哎、欸，我不习惯看这个聊天室、欸、因为它不会显示 YT 贴图跟 Twitch 贴图，不是你嘴你超好笑，不是啊，就真的不是嘴你啊，我就说有没有机会天河，哦对，也感谢今天星辰，谢谢，下次一定要看你拿下口罩的样子，可能是个美人，可能被雅思盖过去了，你看雅思多棒，还炸出小鱼。并不是很可惜，真的假的？好啦，必要がなければ切り捨てる，不然明天再来一次，好不好？明天再来一次，我要看看你口罩下的样子。口罩下的星辰，你会破产？没有啊，见面而已，又不是吃东西，又不是送礼物。哎、欸、啊，那请问一下，你那个蛋糕买多少？而且我今天明出门是记得说要带那个饮料杯带的，我想说应该会没有袋子，没很贵。哇，你没很贵也会说破产？那其实很贵呢。哇，原来你是失学少女啊，阿里吉，那你没有钱要跟我说啊，我可以自我救穷啊啊，不是啊，穷你还买蛋糕给我，白痴哦、喔、你白痴哦、喔，
月初小问题，快领钱了啦，五号六号了。不是哦，生日就该买蛋糕啊。可是我不爱吃蛋糕啊，除了乳酪蛋糕。走啊，教主吃饭啊，来啊，你来淡水啊，来啊，团子来啊，走啊，吃饭啊，来啊，通通上来。怎么了？粒子棒收下了，把你 ban 了，我把你踢出群，直到下次你加会员再把你拉回来。好啊，我去，你不用了啦，你来太多次了，你来太多次了，你省省。而且你今天不是才花了50000块？不好意思。谢谢你。谢谢你。你们通通给我下来。捷运住哪边？你那个是小坤吗？还是小 B？ 小坤安安。捷运住哪？忘记了，我只知道南部。我只知道你在种田。我要三元牌。可能真的会有第三场咧，没有50000啊，是47000哦。那请问多的3000块跑哪去了？请问欧弟，我可以花钱收你那个胶带上的头发吗？我忘了啊，我最近记忆力很不好呢，不要这样子呢，不要给教主自拍就好了，干。干，我自己拿，击败人！你们这群击败人！啊，有了有了！干，拜托让我合牌，求你们了！不要靠着北风跟白板，求你们了！那个你对你来说没有意义，请给需要的人好吗？对，把爱收好。扛，扛，一二三，一二二三六八，雾安安。扣着就有下一场了，你们是恶魔，你们是恶魔吧？我本来早上想要画图，但是真的太热了。应该说，我本来今天的行程是健身完，然后大概就是9点多吧到家。早上健身，9点到家。谁死了？啊，棉被包死了。啊，第三场，应该第三场了吧？啊，新米没玩到，爽啦！放心，坏人了。谁坏人了？我猜一下，你是谁？猜不出来。你是谁？麻薯，要么是麻薯，要么是不可能是姓。你是麻薯对不对？我是醉醉吗？我是溜溜，放心，快人了。什么是快人？哦，屏东哦，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屏东哦。那我去高雄的时候，要下去找你吗？因为我想去高雄玩一下。答错喽，宝宝。妈，信竟然给我换这个，自我贱人。
对吧、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聊天室，因为这个双开有时候画面比只有一个的还要快、欸。我想这个发型，这个真的是很难的、欸。你如果不绑这个发型，你会有一撮超级长的、欸。等一下哦，刚刚有谁没打声到招呼的、啊？早上差点融化。对啊，我想说健身完，然后九点到中午之间开个台画画图之类的。结果我一早被热醒，热醒就整个融化去楼下睡觉。然后是我是整个大惊醒，已经啊看十二点多了，有没有漏掉星辰？星辰是不是找我？就看他讯息，十点传讯息给我，我想。不会吧？你十点就开始等我，等到十二点哦、喔。后来想想说，哦，你还没，你还在吃东西，吓死我！啊，吓死我！想说惊醒啊，我放人家鸽子了吗？马上跳起来！我不知道啊，因为看到你十点传讯息给我，我以为你十点开始等，然后才知道我们家附近有蛮多可以逛的地方哎、欸。雨林安安啊，淋雨安安，对不起。教主，你大约几月份会下来高雄啊？我本来想最近哎、欸，因为老实讲，可能真的要出去散散走走，可能病会好的比较快，可能啦。哎呀，然后就在想啊。也是一大堆人跟我讲说，你就出去走走散散心啊。可是我是能走去哪里？你可以考虑半夜后啊，半夜。我也想啊，可是半夜没什么人啊。不是半夜的话，我可能就开 YT 了。啊，也不一定哎、欸。啊，人太好了吧？半夜好啦，就可以开。反正如果没有拼勾勾的话，就随便开。对啊，欧弟安安，你要安几次？我说我可以花多少钱收购那一根头发？下来的路上可以顺便把那串萌萌的团子带下来，是他要带我去吧？你今天又改名了？对，你是流浪雀士哎、欸，逍遥的你呢？还是每次都不一样？走到我心里啊，好烂。DP 安安啊，不知道。其实那时候有讨论啊，有些比较新的干爹吧，他们想要说有没有那个聚餐还是什么。啊，重点是我现在没摆摊啊，没摆摊我就比较懒得去中部南部了。你也没去过哎、欸，对啊。然后啊，不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讲说你准备去的时候刚好不在，然后就之后都开始没有摆了。要出门的话，晚点回来再看看有没有直播。大家拜拜，感谢送我会员的。不会不会，这位雨桐真的蛮可爱的。我在光遇在挂机的时候，他很贴心，把贝壳用撞的撞到我身边来烧掉。然后那时候其实都有在看手机，我觉得他的行为就是，我就说你也太可爱了吧。其实也不用特别这样子啊，你这样子是我更快的把手机关掉。如果他没这么做的话，我可以在沙滩上多坐久一点。要的话，我整个给你好了。好，好啊。リーチ、ツモ、サンアンコ、ドラ、マンガン、キャンタ。啊，我任务应该解完了，所以待会不用抢了哦。待会不用抢了，我任务应该是解完了。你的四案课没了啦，还想试啊？福建安安，风云残影安安。碰碰胡啊。原来不是只有我踢贝壳，对，我其实都有看到一大堆人在我身边踢来踢去的。今天有谁？我想想哦，有夭夭、晨晨、雨桐，
然后你嘛，还一个，还一个叫一的，跟忘记名字了，天啊，青安安。冰心布丁安安，你好你好，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对得到这么贴心呢？哎、欸，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很宠我哎、欸，比起其他人来说，你们真的很宠我哎、欸。これ以上持ってても邪魔なだけ。哦，新冰布丁，你要知道中文。阅读顺序不影响好吗？你只是路过，欸？这白出游戏一阵子没玩了，那、啊、就烂游戏啊！有活动就玩啊！教主用来宠啊！我跟你讲，最近最宠的就是幽里了，之前是诺英嘛，但是诺英那时候实况就不太常开的时候，然后交集也没有，就没再宠他了。反正贝壳我是共用的，对啊，就是他只是帮我更快把手机关机啊。每次过来都有机遇念反，还不错，不错啊，怎么了？不错啊，最近只有上线零灰玉，这也够啊，反正。在打这个活动只是免费送你东西，拿去换一换，宠教主是必须的。反正观众宠爱台主，然后一代被台主骂啊，别说骂了啦，现在连撩都懒得撩了。大家打招呼斜线是什么？你就想象是挥手吧，手挥挥的意思，挥挥手，打招呼挥挥手。哎，信你好惨哦！是安安的意思，就打招呼挥挥手啊。哇！被 ban 是无上的荣幸。还行吧，被 ban。你不用期待也会被骂，哪有？你只跟你讲，你之前不是也跟我讲说，欸，教主，你以后可以对我温柔一点吗？讲到你有点小走心了，不是吗？上次修女你花了3000抽她，不行。修女没有戳到我的点，所以我就没有买，我就没有去氪她了。现在我真的只也不能讲那么死哎、欸，之前也是说不氪金，结果还是抽了啊，抽了那个什么，西元四。其实西元四我真的觉得还好哎、欸，可是看你们一直动，每个人都有，就有点烧到我，就啊，好啊，抽啊抽啊，应该是没抽到，又是交给小鱼抽，拜元安。我本来那时候打算氪10000多块才会保底，10000多，好恐怖哦！话说今年年尾好像没有联动省了一笔，有要联动什么啊？会发发的贴图哎、欸，他不可以这样，怎么这个平台有退取贴图，没有 YT 贴图啊？怎么会这样？咖啡因成瘾，你怎么了？未来安安，哎，
我想说错过西元寺我就抽修女。初见安安在骗，把你 ban 了，打初见都 ban 掉，看到只要没有初次发言的那个我都 ban 掉，没啦，聊天室要换来换去好麻烦，因为三百信哦哦对呢，你说三百抽保底吗？后悔双开了吗？没有啊，是聊天室比较麻烦啊。不会麻烦啊，只是有时候可能我显示贴图的时候，那个它会显示我的那个，就是指令啊 ，YT 的指那个贴图指令。哎呀，这个人就狗屎也不会打。我就是死也不会打这张，你再想想，用双萤幕了，我是双萤幕啊，不是，是我等一下截一下，你等我一下哦、喔。可恶，这会被你们看到背景哎、欸，我想一下哦、喔。Noten， 挂两边，然后图气留言。哦，那好像现在这样，我要打开另外的东西看一下。感谢一只小熊熊的会员，哎、欸，其实我开日麻的时候，我一直想到那个一只小熊熊，他一直有提到说，请问还会开雀魂吗？礼拜六还会开雀魂吗？因为他那时候在礼拜六玩到之后，结果之后的两个礼拜六都在玩光遇。那个熊熊，你得帮我打个指令。SUD， 哦哦哦哦，文阳打你如果想打日麻，你可以来我们的 DC 群，嘿，里面一大堆神经病在打日麻，所以你可以来这边玩。但我只是说聊天室画面只有 Twitch 贴图，对，等一下我看到机器人了。我回来了，我是不是红了？机器人跑过来了，我是不是红了？我红了，对不对？什么意思？怎么加？你看上面有个指令，它有一个那个我的粉丝团的网址，跟下面有个截图的范例，哎。你就是去截下面网址范例的图到粉丝团，然后温阳就会拉你进 DC 进 Line 群。恭喜你，不是因为之前把一些就是机器人来刷的那种 ID 给 ban 掉了，所以其实搞不好私下屏蔽掉很多机器人，只是他们换了新的 ID 过来。因为有一次我最明显的那一次是在开那个我在中介挖黑曜石柱，那时候就是有机械大军涌过来，那时候非常夸张嘛。我那时候夸张到夸张到就是一千多人，然后机器人一直狂进来，我 ban 不完。然后那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就那时候懒懒很好笑，他叫我播那个非常悲伤的歌嘛，噔噔噔噔噔那个。结果我播的时候，那整部版权攻击，没有盈利，没办法盈利，很惨欸，一千多观看的。同阶一千多，就因为那个版权音乐，整个没有盈利。我那时候还截图给兰兰看，我说兰兰，你看，他就讲了，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说没事啦，没事啦。
版权炮，对啊，我那时候其实就想说，不行吧，这么还要播个歌之类的，就很可怜的哎。我说你画我的画面调成那个黑白就好了吧。然后被他讲说，就播一下啊，没有节目效果。对，效果来了，没有钱，暴击。嗯，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有口安安。これまずいな。まずいな。哦，赶得上哎，我们等下可以玩游戏，八点开始玩啊，完美，提早开台是有好处的。阿天派，只是讲话真的很可爱。阿力吉，阿天派，我最佳，不要那么爱我粒子棒，没办法、啊，你说这一位吗？大したことじゃありません。何事もトップ。那怎么这样？有尾尾油啊！感谢今天的九位啊！我任务解完了，耶、yeah ！开心开心。哎、欸，等一下音量先调小声一点哦。好，你要上课的，好。待会音量调小声一点，因为这款游戏我还没开过。哎、欸，等一下如果大爆炸那个麦克风什么之类的话，啊，我不负责，我已经告知了。我玩的哪一款啊？哦，这款我看哈记好像有玩，因为首次游玩，会很大声啊，我好怕、哦。粉丝团私讯吗？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哦，现在卡读取。哎，可对不起。还有没标章化啦？好，等我一下哦、喔。玩什么？一颗我不知道哎、欸，我突然就觉得很有兴趣啊。游戏截取，这款叫什么 ？D E S T O P D E S T O P 绝。这款看哈记在应该说我前天想玩，他10月1号开的，然后那时候就想玩，但是忘记买了。这款游戏叫什么？哦，我还是让我贴一下哦。ESTOESGAM。这款游戏，够！我置顶一下，啊，退取我就没办法了，不好意思。虽然听说好像可以，但是玩一下哦。我不行哎、欸。好，反正不知道，往上看，一般致命现金回馈容易。好，什么意思？炮灰，让你的队伍有三名邪教徒。啊，开始！哇哦！终于啊，经过了几番失败的尝试后，我们成功召唤了你。现在至少还有绝地反攻的机会。你就是天选之人，只有你可以拯救这个将毁灭的世界。太好了，每次能够让我开怀，乐开怀，
事实上，你失业名即将在我手，我在我，在我的地牢隧道中啊，没看到。如果你坚持到最后，会有惊喜等着你哦。但我怀疑你能不能办到就死了。是时候前往下一个房间了，我会继续为你提供远程指示。点击门就给他不容易动，听起来很简单，对吧？对，好简单。这好像就是他会自己攻击吗？万岁，战斗来了！来为你的渺小小人全这个四的战斗方法，选在一米，然后放任何位置，选择一名，嘿，然后放在任何位置的闲置方块上点击右键，这样吗？欸，什么意思？战斗会自动开始，准备好就按下战斗。哦哦哦哦哦哦 ！Fighting！ 还有啊，公主连结。直播开到几点？不知道。你再问的话，我要把你 ban 了。不是，你不要讲一些无关紧要的，好吧？我听不懂。我没有很在意你几年几班，你老师什么时候生日。我在意的是你老师是男生女生，好不好？已婚吗？如果是女生未婚，可以叫他来看我的台啊。这就是也是 rug 的游戏嘛，你们知道我都喜欢玩那种死掉重来的。你要加入，加入什么？对啊，我就喜欢玩这种游戏啊。是时候买些新人类的，购买一个可悲的生物吧。魔戒，急救箱，能买多少就买多少，那可悲，什么意思？那我不买。哎呀，我看一下，我是不是这个啊？这是货币吗？是哎、欸，哦，他决定职业是不是？相配物品的话，按住左键脱衣人类身上就。啊，哦，来，钢普斯，哈哈哈，高追，上课了，拜拜，完蛋，他连介绍都不介绍，要买完了哦，这边啊，看到了。够了，嘿，然后嘞，点门，好，会了，会了，会了。戒指是什么职业啊？法师吧？我看都像法师啊。看一下哦，对啊，魔法，魔法戒。我这款记得能跟图奇聊天室联动，真的假的？这可以哦，我等一下研究一下好不好？啊，如果不行，哎。我不确定哎、欸，啊，如果没有合作的话，可以吗？设定有吗？哎呦哎，实况组模式，使用追随者名称获得代币。等一下哦。好了。然后嘞，这会怎样？哎、欸，可以哎。不好意思，你们会变成怪，对不对？你们这群王八蛋，白痴，怎么死了？剑技中将一名的可以获得四个书。没有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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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盾牌啊！那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锁镜，对，知道怎么用。羊，你知道怎么玩吗？设定有吗？好用。好，开始。有吗？怎么加入？哦，会不会是你们这个名字啊？是吗？选择食物。我要跳图棋了，我先看看好不好？看一下怎么用。
什么蚯蚓？芝麻开门不是新来的人类就对了。哦，要新人类啊、哦。好，那我们看看。天龙霸断剑，这样子吗？买的是不是？啊，请问这是谁 ？R A N N I N G 是谁？打个字。你想要什么职业？快点。哇，也可以这样子玩是不是？好了，我要买给幽离子了。请问这个是谁？打个字好吗？你想要什么职业？可是你好像只能当这个了，一车秘密。这是扣什么？扣这个对不对？代币可以用来购买胜利石。哎、欸，还是都买这个啊？啊，这是谁？零 I 哦 ，O O I 2000，不好意思，这我觉得。不好意思，我不相信我聊天室有这些人，我看一下哦、喔。N 开头的是不是？那谁 ？N A？ 没有啊，没这个人啊。R A 啊啊啊啊！哦有哎、欸，啊这个嘞哦，哎有哎、欸，你们谁啊？打个字啊！陌生 ID 啊，感谢挂台，那是账号吧？对啊，我知道啊。我看看有没有 SS 零这个手机号码，小心啊！啊 KK 是高，这个是谁？哎、欸，帕克，好久不见！其实我在小猫台一直看到你啦，只是不好意思打招呼啦。我说，嗯，已经是失踪人口了。啊，如果想要进来的话，去图奇挂着吧。九影没用啦，他应该是聊天室随意抽啦。对吧、啊？好，走那边，这边 ，Go Go！ 你们这群炮灰，去吧，去吧，炮灰们！去吧，炮灰们！谁死了？应该不用打蚯蚓啊，你看那些刚刚抽到的都没打蚯蚓啊。哎，谁死了？啊，你打败了第一个魔王，真是了不起，作为奖励，感谢，感谢 SL 会员四个月，感谢感谢，好，我们继续。作为奖励给你一个新的按钮，你看我的游戏中并没有很多按钮，你喜欢按钮吧？啥？在干嘛？哇呜！太可爱了吧！会不会拿到邪教徒？这有邪教徒，人类找到了一。感谢爱丽丝，谢谢。来转一下啊、哦！感谢六个月，谢谢谢谢。哇，你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玩崛起加到现在，锻炼一下二头肌啊！跷跷板，人类离开了，并没有浪费食物，也保住了尊严。哇，是时候学习职业组合了。看到火神枪了吗？如果你手边还没有的话，赶快去购买吧。好，我买。现在火神枪给一个没有火神枪没有用的人类，动作要快。好，给你，给你。你是唯一的幸存者了 ，KK 你泰尔。啊，按到，就收紧头的武器，能力。才会上升，为什么就是这样？没为什么，快滚！哦，所以我要，哦，站起哦。K 一一啊 ，One U N 是谁？
但好好单谈啊，过来点。公主连结，我懂我懂。来，再一个。哎，羊进来了，有个眼熟 ID 了，羊，放炮灰吧，羊。哦，新话吗？哦，看到了，看到了，羊，去当炮灰吧。那我还可以买一个哎、欸。班，哎、欸，巴尼，不好意思，这位是谁？聊天室打个字。好啦，不要，我们站后面一点。经纪人都炮灰，对啊。啊，因为 ID 认识啊，当个炮灰啊。你是谁？他后面都有加名字哎，哎呦，改名字了。哦，武士死了。奶妈死了，职业会给名字哦。哦，懂了懂了。奶妈死了，那个羊你要当奶妈齁，来给你。喝奶奶，拿枪。等一下哦。RNAIWI。嗯？刚刚哪来到剑？对，奶妈死了。这好帅哦！我们乱玩好不好？我们不要选职业了。我比较喜欢看观众。啊，温阳打字，温阳。哦，是巫医哦。啊，巫医温阳好，你们在这边。等一下哦，是谁？10YAO。哎、欸，你们 YT 的去退局挂着啦，是谁啊？等一下哦、喔，好啦，温阳给你枪，温阳你在哪？凶巴巴温阳，啊这里给你枪，来个 A 2000200236，是你呀、啊？要怎么进？随机抽，聊天室随机抽。啊，最后一个 ，Mini Yang Yan， 我都觉得好眼熟哦。你有了不是吗？谁？幺幺刚刚是不是死掉了、啊？哎、欸，对啊，幺幺你在这啊。幺幺，一堆空手，没有，他们是炮灰，好不好？我们用人海。上吧，铁拳孙中山。啊，谁死了？有没有死掉的？报个名啊！两个瘫死了。这里是传送空间，按住 Tab 选择另外一个房间就能移动高处了。哦，两个弹死了，谁？按住 Tab， 你现在可以看到更大的地图关卡了。传送是用蓝色的东西做记号，你可以从一个传送室移动到另外一个传送室，只要你向你的目标并按下滑鼠准键就可以，那么简单，你不需要立即传送。不懂，要主动什么动？哎，刚刚有谁啊？好，那个巫医来拿盾牌。哎，我没盾牌了吗？没坦了吗？不好意思，我买37。哎，食物是每次都会消耗十个，对不对？所以不能一直买。花呗我没，两个是7块，八，17、28，就买这个比较划算。好哎，
不够。死亡可能会爆装。好的，上吧。无疑撑住啊，无疑。全兔窝的希望交给你了，来，我们站远一点。无疑，拜拜，大家跟无疑说拜拜。啊！一大师切后排，一大师切后排，不要，不要，奶妈倒了，不要。我觉得我不行。哎、欸，你还没死、欸，无疑。啊！你死了，完了，完了，完了！牙树，完了！击杀，好烂哦，好烂！慎选职业能力，留意哪些能力的物品，便可以更低价格让物品。重新开始，哇，好好玩哦！看你们死掉，我好开心哦！哎、欸，有了哎、欸，马上抽到了哎、欸欸！不好意思，这些 ID 刚刚好像都出现过了哎、欸，你们怎么那么赖皮？这个没有嘛？这个有，这个有，这个也有。没事没事没事，我们下一个章节。啊，我居然跟到台了，小月要不要来图奇挂、啊？因为这个会在图奇抽 ID， 去吧。而且空前真的是很闹，啊啊啊啊啊！不要，好，马上换过来。好的，看来我们不能用人海了，幸存者，奥迪。对不起，我、哦、还是只看 Twitch 的好了， Twitch 才有英文 ID。 这什么？好啦，对你好一点好不好？哇，你是谁？来，你也拿枪啊。我们看来不能人海了，我们站远一点，再走完自走起。哎、欸，这是什么意思？哎、欸，真的是走棋哦、喔！哎、欸，不好意思、欸，哎，我走棋不是很强，哎，抱歉抱歉。好像有职业 buff 哎、欸，有啊。还谁呢？老橘，你要不要买来玩啊？一车秘密，我这里是不是？我是不是玩一玩，我可以去打走棋的积分了啊？哎、欸，爸，回来，过来。为什么我不能继续了、啊？他这边不能点。献祭坑洞，将一名投入其中，可获得四个字。我没有啊，所以跑回去是不是？我回来。哦。好，开始。哦哦，啊，这是什么意思？骷髅头是什么意思？啊，不要问了，打就对了。BOSS 是不是？打架、啊？哎、欸、，BOSS 哎、欸，做事。啊，没奶吗？因为那时候是看到说他就是人下来，然后有东西可以选，然后我就脑波落买下去了。祭祀砍将你回到关卡结束，战败只自动触发。哦，复活甲吗？
复活在这个房间里被杀的所有人类，除了啊这个有肉，太小看我了吧？也挺，安安，欸，太小看你们自己了吧？这东西，那谁，你要去参加吗？难道这里就没有人来胆识来挑战我的冠军吗？你们的，聊天室，这位是谁？你要不要去？我给你选择。你在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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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有吗？他是谁？我怎么看到他打字？他有打字吗？哦，你咬，好，走走走，去去去。好，啊，你不见了、欸。啊 ，QQPUD。你想要什么职业？我现在钱很多，你想要什么？你要变兔子出来？没有啦，聊天室跳的比较奇怪。我看跳比较慢啊。哎、欸，不好意思 ，QQ 你在吗？QQ 你在不在？你不在，我乱给你东西咯。再叫一个人进来。叉叉 N， 你要弓箭手？没弓箭手啦。这应该不是远程吧？不好意思哎、欸。艾登魔法界，来你们这两位快点。叉叉跟 QQ， 叉叉 QQ， 你们要什么职业？快点。但现在有钱，手套好，手套是 QQ 的，就在这。好 ，QQ 你过来。那叉叉你要什么？有长毛帽子、魔法戒。阿航安安，我觉得你还是自己跟幽离子讲好了。不在、欸、背包那个是橄榄球吗？背包？哎、欸，对、欸，他死掉了、欸，哎，橄榄球死了、欸，哎、欸，不在挂、欸、台，好吧。哎、欸、，mini 又出现了，不好意思，你要什么职业？你们赶快选，我赶快挑，不挑乱丢喽。好，我要乱丢了，受不了了。好了，我受不了了。来，我们下一间，太慢了。啊？只聊天室，表情符号限定模式，刷表情符号了是不是？我白痴哦，你又关掉，你在干嘛？没有，不是，要倒了，要倒了。不好意思，有兔子跑出去吗？没有啊，我没有兔子。哎呦了，就是你了。RANI， 不好意思啊，我们缺补。耀祖安安，科瑞安安 ，Hello。哦，我们下一间好了。够了，小妞，小妞中了吗？哦，你是小妞哦 ，M， 不搞 ，A， 对呢，那小妞，好保你一点。啊倒了！啊没食物了，怎么办？欸没食物会怎样吗？我、哦、会一直扣是不是？一二，
你的人类肚子饿了，没有食物你就可以自助了，但饥饿无法战斗，人类可以无战斗，没有说你若食物可以把几名送到一个地方制造食物，那就是献祭的洞，燃料是燃料，肉是肉，这样懂吗？好，我们等一下吃人了，小妞是不是要死了？小妞三十滴血，小妞死光了，出人命了。50% 的人类在死亡中阵亡，每一巨人所会吃掉一单位食物，获得38%的护甲加成。我这样我们就喜欢了。Pep， 看起来并不了解突变。然后这些是你的人类已经拥有突变。你游玩的时候便可以收集更多，别忘了造访子页面，并且详细阅读图片的用途。这些是你可以用的代币购买图片，快点投资图片，赶快投资稳定未来。啊，我没有，我点数在哪里？左上扣哪一个啊？是这个吗？代币吗？刚刚是扣代币吗？完了，我们去买吃的。买吃的，再一个，再一个，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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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职业？你会把兔子变出来？完了。被翻来翻去的谁啊？温阳吗？啊，武士也倒了。啊，刚刚看来大家要死光了。剩两个人，剩下谁？兔窝的温养跟兔窝的小妞，你们手牵手吧。有食物没人吃，去吧。各位女士、先生，该忧心的时候到了。这个恶棍偷走我可爱的大老鼠，谁？鼻子大老鼠，看来这是我是不是你的？大家都知道，没有鼻子是扛不住战争。欢迎，请继续前往，带着鼻子帮我终止这场悲伤。意思，你要跟我走吗？我哎呦喂，协助大老鼠，老鼠，再见了，两位妹子，我们怀念你们，死了，来死了，你已经解锁新的酷东西，紧急撤退，急中。召集众时，投资者会进行传送，并且集训附近的敌人。挂机，战斗开始时，菜鸟会原地站个10秒，哈，好棒哦！枪林弹雨，神枪手获得能向前发射的能力，可大范围的随机造成150伤害，子弹会掉落10秒。总枪林弹雨，必须。来，随机再抽4位，93062。E， 欸，你又中了欸。PURP 030 KK 好像，欸，是不是好容易中重复的，喔，还敢挂机啊？点这边对不对？哦，好像点这个 Go Go， 就不要让我抽到你番茄，让你裸装冲到前面去。
番茄打番茄。加权骰子，所有能力可以触发。好啊，咋呀？所有能力触发。哦，吃饭吃饭吃饭，有我哎，你中了，恭喜恭喜！你是哪一只 ？K939393，你该不是这只吧？你的名字该不会叫异熊之类的吧？我 T W 这类游戏很少选到哎、欸，邪教养也是没事，就不要最后二选一，你还没抽到，那是最恐最可怜的事情。哎、欸、，Y T 那边应该不需要管了吧？我把 Y T 关掉好了。哎、欸，抽人了，抽人了，是谁？进谁？这好难念哦 ，NG 怎么念？哎、欸，我就随便给了哦，我的名字跟我完全没关联哦，是这样吗？哦，直接拉就好了哎、欸，嘿，好玩。教主安，嗨一点，不好意思，不要那么爱吃好不好？没钱了啦，走一个就要吃东西。他是变态、欸，谁是变态？你说这集？对耶，你是变态耶、欸！你怎么那么变态？怎么又要20？感觉还没吧？还39哎、欸。哎、欸，小猫有玩这个吗？阿克，奈奈小奈奈有玩吗？来吧，当个补师吧。S H 55487，啊，当个补师，感谢你，这群人会感谢你的。哦，雪莉哦，完蛋，是不是不能一直这样走啊？别人被诅咒，你变态，对啊，诅咒你最变态。哦不，哦不，哦不，我的普包，为下一场战斗关闭饥饿。好，这个啦，他有玩就会上片，开台都玩魔物猎人居多。对啊，我最近看他都玩魔物哎。你是谁？你还记得我的过去吗？因为我们不记得了。那么我们一定是天选之人，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异教徒你娶了以后，然后就来到这里，有点老家，但是你这是一名穿越者吗？我、哦、这不是发生什么？把、啊、查理加入了队伍，让我看这真人的时候说，哦，不好意思哎、欸，好像是帅精神面具，元素周期表。啊，不好意思，不要谈，不然你是谁？啊，羊怎么又是你？你去死吧！等一下，这是谁？你看啊 ，OOI 2000又出现了，没有嫌弃啦，只是怎么你们运气这么好？哎、欸，七 ，P， 哎。欸哦，你情人节生日哎，恭喜恭喜恭喜！别人省了一个礼物，一车秘密就给你了。三个异教徒能叫触手，异教徒怎么知道异教徒啊？哪边可以看啊？攻击速度。怎么看异教徒这东西？
这直接叫异教徒吗？不是吧？我那把我变食物好了，干不行，要先把食物打烂，可以吗 ？Fighting， 异教徒是职业，好，我学会。哎、欸，哦，我想你怎么死？变态加油！受诅咒的变态加油！又能变兔兔了、欸，这谁 ？Andy， R E W Y S Y I P， 小狐狸正上面图标可以看哦，就这个哦，哦谢谢，邪教徒，哎、欸、有哎、欸，他们是邪教徒，拥有三名，哎、欸，咦，谢谢。我们去买东西吃，大家再见，美奶妈，可以啦。羊，你再撑一下就有食物了，羊。等一下哦。羊，你撑住了，谢谢。大家会怀念你的羊。感谢羊的牺牲，感谢感谢，没有你的话我们就没有食物了。他可以中途换职业吗？好像不行哦，不行，仅能让菜鸟使用，自动放置小兵，按住应用到团，没事哦，没坦了，可以啦，远程应该行吧，去吧，不行，我的邪教徒没了，哦不，哦不，我差一点就有了欸，天楼霸断剑，福建安安，欸，黑摸鱼怪安安，你好，原来是拿来换成食物的吗？没有，他是要拿来撑来买食物的。够够，哎，不行啊，怎么可能赢？啊，对，我们可以点这个技能，天赋没点到。看一下，哎、欸，过了过了，可以可以可以，哦，好猛哦！魔术师，这是魔术师吧？魔术师，法师。跟法师跟魔术师有差吗？可以给角色升级吗？刚好看到升级键在哪里啊？我就看到这个欸，十，解锁中，哦，促销中。够了，好，看到触手，不好意思了，忍不住了，触手。啊，没有升级键。哎，要倒了，不。你有角色有职业才会在上面，所以你没有法师，我现在没法师，好，好可怜，
过来。巫师。哦，法师是这个对不对？好的，来检查一下。F O X， 哎，然后你谁 ？S E R N A， 还有黑企鹅，你中了、欸。然后来做变速师。哦，那个升级是升级那个啦，骰到的那个东西，就跟那个战旗一样啊。就你骰的下一个，哎、欸，不对耶，我该往哪走？右边。包包那人的风种邪教啊！我在等邪教出来。奶妈给力，奶妈！惊叹号问号！那哎，一模一样哦，再也无法承受了。你敢再推一次吧？你竟敢再推一次吧？啊！可恶，又一名僵尸化要回，要僵尸化成为幽灵。僵尸可僵尸可不以其耐用，不行，我们的僵尸很耐用，还不够明显吗？我本来在帮忙电池充电，但是机械的僵尸部分坏掉了。这个关卡有个实验，里面有个T病毒样本，带一个回来给我，我给你封了。你想要我帮你带回一个，让人类变成世界怪的病毒？用来吓唬一个可怜的努力，好让他为你发电。我会给你2出没代币的。所以你刚说的实验室在哪里呢？我已经标记在地图上了，我会在那边等你的。哇，真香是不是？哎、欸，过图要花钱哦，好饿，会死会死会死，过来试一下。会饿死，会饿死。哎、欸，有传送哦，是不是？我其实刚刚看到边边那个啦，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传。好，等一下学一下好不好？不要打我了，尤里不要打了。幸亏没有人受到感染。哦不，企鹅。不好意思、欸，传送是不是这张地图没有？哦，有这个符号就是传送，是不是？哇，一二，所以走这边，走这边，那这要怎么按？这样子吗？哦，我会了。刚刚其实跳太快，没有看解说。好吧，这样更好，没有人将他弄人了，但他很乐意待在这里。现在你的理论家能更快的说声音爆炸，还我盾牌，还我盾牌。哎、欸，紫色这一块就是我们还没探过的地方了。没谈了，惨了，你们都得死了，就这样牺牲了啊！完了，要死光了，要死光了，撑住啊！歪水要死了哎、欸，没人了哎、欸，没人了呢、欸，不好意思。打 boss 了哎、欸！我开始懂大概怎么玩了啦。好，完了，收头收头，各位，两手放开了，两手放开了。
啊，你已经结束了新的酷东西，荣誉、怒火、斗士，每次攻击增加，这是被动吗？会永久存在吗？哎，对，如果 YT 那边有机器人洗版什么之类的，来推举跟我说，因为我那个合并聊天室的，它不会显示英文 ID。啊，还是我根本就不看你们的，我直接摆进来玩就好了。QAQASD， 叉叉又中了，哎、欸，你又中了。好的，欢迎成为我的下一个沙包们啊，谢谢炮灰们。哎、欸，先点什么比较好啊？这个会比较好吗？所有人类饿饿的，安心安安安安，要抽到感觉挺难的。有人会连续抽到哎、欸！你要抢的当捕食，看运气。等一下哦，我这里。叫我 BP 就好，不然刚刚有你的救援，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爱叫谁就叫谁啊，没有啦。啊，停下升级。捕食会一直冲前排啊！好想看截效图是什么。不好意思，他是哎、欸，我以为是 boss 哎、欸。随机每次人类使用主动技能，一名敌人。哎呦，好棒哦！送头了。哦，因为眉毛会直接进入近战哦。哦，啊会回魔吗？怎样才能回魔啊？欸死了！欸死了！欸死了！欸，我、哦、还在。欸不好意思。在干嘛？完蛋了，浪费，哎、欸，没浪费。你可以拿武器吗？你是菜鸟吗？不行。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们躲这里。哇，七百血、欸。草法腐烂的而已，我会饿哎、欸。爪子啊啊！先叫坦进来，先叫坦进来，先叫两名坦。来来来来来来啊！恭喜我们的 B E N J A N 啊，以及我们的 Y A E 0303啊，成为我们的炮灰，谢谢。这是传说等级吗？好像很威耶、欸！来，哎呦，厨师啊，这是什么？投掷者，好，我们需要一名刀。哎呦，给你一把刀。好，就这样子，我们走。原来我只是炮灰，别提了，我的绿衣色。哎、欸，
我没地方走了欸。啊，我是要走这里再打一次 BOSS 吗？有十几人在抽入场券，没事啊，免费抽，是不是？免费抽欸，第二关，一只巨型蜘蛛，用火烧死那只蜘蛛。什么？所有人类沃德尔带的哦吼吼吼吼，加攻速好了，啊不够了。要饿死了，没错，我们不会饿死的。我不会让你们饿死的，我只会让你们去死。饿死还不容易，叫一个去死啊！哟，好棒！要饿死了是不是？走，带我们吃饭。假崩了、哦！哎、欸，哎、欸，还我盾牌！哦呦，你们都变成食物了，早知道把你们献祭掉了。不对，献祭掉比较划算。这里有啥？你看，这把是不是太强了、啊？那个西维尔吧，什么厨师？对啊，我觉得小鱼应该也会喜欢这个哎、欸，因为他之前就喜欢爬塔类游戏。不要死哦！啊，你死可以，武器留下来哦，求你了，好不好？这是我的生日愿望。两个邪教哎、欸，买买。要三名，各位，我一定要看到触手出现，不触手啦，啊死了，哦，有留下来，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意思？不是 ID 吗？啊，你在说什么？请给我五个粉红色的，温柔、软、柔软、温柔，毫无防备的。我们去找找吧，看目前没代币在这里。啊，结束了。撑住啊！撑住啊！你们不要死啊！哎、欸，机器人升级了、欸，哎、欸，这机器人会升级耶、欸！哎、欸，他有经验值哎、欸，哎、欸、有哎、欸，我看到了，角色升级，啊，有了有了有了，各位。我们的邪教诞生了啊！碎啦碎啦！我要带五名过去吗？
那是一跳组职业，对啊，不是吗？啊，这个是什么图？斗士。哎、欸，那我现在可以带五名去死吗？还是不用了？哦，试验过了哦。哦，那，哎呦，去买食物好了。蛋雕。哎、欸，蛋雕。要是什么意思？还要吗？没事没事没事，等下再看看。我等下我饿死。哇！好嗨好嗨啊！那我要往前移动哎、欸。啊，要死了！哎、欸。砍刚好死了，哎，我的异教徒快死光了，哎，不可以这样子，哎，我们分散投资。菜鸟能融合成大菜鸟，好，谢谢你剧透了我。哎、欸，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切。过分喽！他是会先打后排啊，我发现他都会剁我后排、欸。哎、欸，过了、欸。没有没有没有，你没关系，因为我刚刚是提问啊，我有提问你回答我就可以啊。你、欸、再一只再一只，繁星安，丫丫的肉月平安安。哎、欸，肉哦，狗月灵，对不起，还好分上下啊！哎、欸，至少衣服又回来啦，我饿死了啦！搞错了，抱歉。人类遇上了一群白色翅膀的婴儿，请求天主祝福，难道我们他们也许看起来像肌肉一样开始打猎吧？不过我们。小天使，他就牛的，肯定是羊的错。羊哦，又是你，就你在搞，天哪，羊，我不开心了哦，羊。羊，不要再搞了好吗？羊，看一下哦，什么鱼？尾鱼？啊，厨师联盟。哦，不够了！你是炮台？哎、欸，对耶，炮台也算哦。羊不要搞了。哦，羊你干嘛走？羊不要，羊不要，羊瓦力回来。哎、欸，完了，这是谁？你要倒了，不好意思了，你可能会死。我又快饿死了，天啊！哎、欸，哎、欸，哇，哇！
赤名是不是？明明有单价的，天哪，我没有弄哎、欸！来来来来来，买食物喽，要饿死喽！快死了吗？还行。巨马出手，救救我们！好棒哦，我好爱你们。可是你快死了哎、欸！什么东西？一样装备不能升级，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观众参与的游戏？这个你要在图旗挂着，然后是自动会抽 ID， 会自动抽新玩家进来。哦，只能一个斗篷是不是？哎、欸，真的哎、欸，懂意思了。哦，懂了，懂了，懂了。啊，你是谁？很抱歉了。很抱歉了，你可能会变成食物的样子。我的盾牌呢？不好意思，瘟疫面具。十二，哎，刚好哎、欸。不是啊，是真的需要你们了啦。那个，那站过来点，助手比较快出去吧。看下一关。我这样触手是不是比较快出去啊？看一下，有欸，我来了，挂着需要一直打字发讯息，挂着应该挂着就好了，因为刚刚抽到蛮多都是没有在打字的。不好意思，我的坦克呢？我的坦克呢？嗯，不用打指令，都不用动。对，他是聊天室观众自动抽。对，躺着抽。哎、欸，好强哦！快速装填，所有能力冷却时间节省了 1.1。哦。突变也有职业，哪个是突变？我是突变，这个吗？变异吗？攻击速度，再爆人就 ban 了。谁在爆人数？欸，乖一点哦，不要让人家难做人哦。
谁在报人数啊？哦，幺幺哦。以前是看过小弹珠的菜，哎，对对对对对，我是想要玩小弹珠的那个，就弹珠丢着它自动滚的那个。就是一群弹珠，然后每个人有他的名字，我再去找找看那个东西还在不在，因为之前看人家玩，我就玩得很过瘾。幺幺你乖啦，不好意思，触手好像有一点点麻呢。猛的呢。这是单一单位吗？只有三哦，补谁是不是？好啦，你呢？补一下。好，谁受伤？像是上面可以改成在场每个观众轮过一轮，这样应该是很难呢。我一回来怎么就像无敌了？什么东西？哈哈哈，邪教好强哦！路上有个岔路，一块巨大的石头挡在十字路口，写着"向右行，必失其前；向左行，必失其头；向前行，向前行。"不能点欸，向右行。哇，你是个当铺。王者之剑是什么？我就没带币。哦，哦，是卖掉我的剑啊！好啦，我拿雷射剑也好。哦，这游戏好好玩哦！这游戏怎么变得这么好玩啊？饿了欸，好吃的。都说当铺了，不是啊，当铺也可以买东西啊。欸，当铺谁说当铺不能买东西的？可以买啊。谁死了？羊，你死了！羊，你终于死。对不起。欸，哦，不够了。要三个，哇 ，BBQ 了，我要补他欸。欸，总是你，不好意思，总是你，不要啊，不要靠近我啊，你不要靠近我啊。快逃！快逃啊！你不要靠近我啊！有人死吗？报数，还活着吗？你不要靠近我啊！好像稳的欸，好像妥妥的。哦，他三等了欸，还满血欸。但这个排法就不太妙啊。哦，还好还好，他们
啊，除了羊以外，应该没人受到伤害。好的，我们继续下一关。好像很猛哎、欸，好像是哎、欸，我突然会玩这款游戏的样子。你撑住，你撑住！瓦力，你好猛啊，瓦力！哎、欸，哎、欸，橄榄球，橄榄球，来，你们好兄弟在一起。射手，啊，白痴哦、喔，都拿一样的武器，我、干嘛、啊？浪费食物啊，繁星！有没有在看人家规则啊，繁星？也是克洛伊，哪一只？哪一只？橄榄球吗？哦，我要保护好你，过来。哇，你们都注意看 ID， 我都没看的哎。啊，你们去死啊！很甩鱼哎，好可爱哦、喔。哦，哦不，啊，爆速爆速，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被扣？哎、欸，这个还活着、欸。你是什么？哦，电击器。远程。啊、都会。左下角有垃圾桶，是干嘛的？哦，卖东西哦。哦，谢谢谢谢。哎、欸，投资者会进行传送并运。哦哦，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看懂了，我看懂了。我要保护好克洛伊，好像死一个教徒，谁？不好意思，谁死了？快点说，哪个人死了？哎、欸，这为什么不能点啊？我想问一下，这为什么不能点？然后这可以继续加上去，是不是？你装备出来，这死很久了啦，他死很久了，嗨。雪狼啊，雪狼 Snow Wolf 啊，那是多买的哦，那我可以卖掉是不是？拜拜，好耶好耶，哦，所以我再加上去就好是不是？加一级90，哦，这游戏好玩，哦，开什么玩这个就对了啊，买东西吃。砸干睡醒，没有，你在这里，可爱的你在这里。瓦力过来，瓦力，靠你了，瓦力。哎呦，不行，你可以不要靠近下面这一块吗？很危险呢。哎、欸，不要。来报数报数，有没有邻近的朋友不见的啊？讲一下讲一下，有吗有吗？有没有邻近的蓬蓬不见的？好，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很好很好。果然羊就是拿来吃的。机械人 HP 还行啊，还可以，800了哎、欸、哇！尿壮，对呀、啊。邪教是被他，对啊，哎、欸，我很紧张哎，这补是很补哎、欸，呀、啊，我以为这游戏是丢下去，你一直按准备就自动会打怪还是什么，就还要自己控。邪教去吧，哦，你快死了，我帮你补。欸、有坦了哎、欸，是，这时间来个坦，
可以吗？哦，660。然后嘞，火神枪16。好了，买吃的，买吃的。是我哎、欸，你是哪一个？这个，恭喜你成为了我们拿椅子的。我觉得又是那两只武士哎、欸，哦，够了哦，不要再靠近这一区了哦，拜托，这边是我的雷点，不要再靠近了。哎呦，警告过你了，你硬要来，死掉了吧，死掉了吧。完全没有挡到伤害、欸、欸、好好棒哦、喔、好棒哦、喔、什么冰箱，来来来来来，冰箱冰箱冰箱是谁？ CHENGCHENGSKY， 你好你好啊、哦，叫一叫，好吵！我觉得我好吵哦，你们怎么想？啊，是晨晨哦，大家都很猛哎！啊，晨晨扛好冰箱啊！别叫效果开启之后凑齐任意三只就是多只，还会有更多吗？我还在等呢，还是等一下用抽那个的。晨晨加油！欸、冰箱900滴血、欸，啊，这是什么？不好意思，邪教是 Meta 吧？为所有单位回复最大生命值，完全治疗单位，我觉得单一好了。啊，下一关有刺客吗？冲他们后排。目前没看到啦，放置一枚代币便可以制造一个克隆体，放置两枚可制造一个克隆体，但有 50% 的几率常常继续故障进行克隆先生。我们来试试两个克洛伊吧。代币是什么？两个可怕的矮人掉了出了机器，充满你的什么，除掉他们至少可以赚20个食物。哦，我赚到20个食物耶、欸、好好凑三个坦克，我要拿得到啊！电击器我有了嘛，对不对？这个电击器，然后我好像还好哎、欸，升级，哎、欸，有了哎、欸，这是谁 ？CHR CH3，来，你是我们第三个。耶、yeah! ！看一下嘲讽能力，好的，两个我是吗？是吗？我们先来这里好了。哎、欸，好多人哦、喔！哎、欸，开始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之后，感觉很晒哎、欸，很靠脸哎、欸欸，好可爱。啊！坦克便便啊，这个我有兴趣，买下来买下来。25+23，太刚好。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丧失了语言能力。你是谁 ？Pen。不可，李叔，有比较强吗？哎、欸，有哎、欸，2600哎、欸，
还是刚刚那2600？奶妈加油！奶妈可以吗？点不到哎、欸！哎、欸，死人了！啊，克洛伊！死三个！你总是章鱼人，先别说了，我们死了一个重要的，你们都很重要，完蛋了，食物不够了，这关太凶了啊！又倒了，冰箱倒了，晨晨。蠢蠢你倒了，蠢蠢啊啊！哎、欸，巨大的肉堆啊，就你了啦！哇，大箱的肉好吃！来，我们开始，我们去找回我们的伙伴们了。副手好惨，完蛋了，完蛋了！我看一下哦、喔，那这样子的配置，好啦，邪教徒走前面好了。完了，这只鸵鸟走开哦、喔！哦，他会吓鸵鸟打人呢、欸，他太坏了吧！他没经过我的允许，你好像也倒了，倒三个啊，这边是全倒的啊，一二三四五六，倒六个人啊，所以我等一下把六个人买回来啊，还是站后面一点好了，然后你们前面一点，哎、欸，哎、欸，不好意思，我的触手呢？你们刚刚有看到我的触手吗？海绵宝宝，哎、欸，买回来，海绵宝宝，这里，有时候觉得海绵，觉得派大声音，又觉得声音很像。完蛋！一二，好不好意思，现在换谁了 ？ULTRA， 哎、欸，怎么你又回来了？看一下、喔、这个嘞 ，Joko， 记得用补血啊！机器人死掉了，机器人死了，来补你。来给你，这是谁 ？Candy， 24，还有什么可以玩？嗯，好像没有哎、欸，逗死。我觉得这游戏后期可能就是利用血量太换机制，观众能参与。哦，我拿橄榄球了，哎、啊，你们就好闺蜜啊！我要记下你名字哎，这也完全不像小妞的名字。来了，你要抱着克洛伊的头，好好活下去。完了，刚刚就是死在这里耶。哎、欸，不能中途补血，又倒了。耗费27个，那还好。哦、往下走，又死了。人物等级太低没有用。对啊，好啦，补一下啦，感觉凉凉啊。啊，点一下天赋，
现在才能点这个是不是？哦，忍耐。你的头，他手上抱着橄榄球啊，我看都像是你的头吧，对吧，克洛伊？古斯怎么这都在补后排哦？后排在受伤啊？不知道哎、欸，你看那么仔细哦。哎、欸，我们少啊那个担架。哎、欸，谁死了？坦克都死光了。克洛伊快啊！小妞啊，小妞倒了，小妞也倒了。因为我想说，左边没出现单机啊。然后嘞，上试试看魔术师哎、欸，魔术师，为什么这个是魔术师？看都不像啊！啊，我们去送头吧，差不多了，都走完了，到了，看来不好拿。哎，有谁受伤的吗？有谁血量没有的吗？最后一个补你了。不是啊，这三个怎么？不好意思，你们去结拜好了。啊 ，D X C V， 还有 R A N A R I N A 啊 ，J U D Y Judy 啊。哎呦，一只哎、欸，死亡骑士，这是什么？绝对护甲，完全格挡15次攻击，15次攻击，你是不是太坏了你？没有哎、欸，啊死了，我才想说都扛住了哎、欸，啊死光了。啊、又死了！啊，剩一个盾牌是不是？哎、欸，没盾牌！哎、欸，倒啊！你跑啊！你快跑啊！在闲置方块上生成三个菜鸟，好啊！哎、欸，三个嘞？那、啊、怎么两个？我家不是怎么也在打怪？他们说捕到眉魔会打怪啊，请问这两位在吗？你们要一起去？没有，渺小的人类碰到一个奇怪巨大的树体，底部有两个巨大的球体，建筑物一起上，还有50%额外的人说的，很不幸的，因为他过于就阵亡了，你死掉了，你死得好惨哦，不好意思，哦、你死在这边了、哦，哎、欸、哎。欸哎、欸，他送我东西哎、欸，送我玩家哎、欸，我看一下哦、喔，干怎么又是这个？枪？不是啊，你们，你可去死啊！抱歉，对不起了，你真的是太多了，家里养不起你们了。看一下哦、喔，这个给，嗯，然后。没钱了，这边还有，来，来，好，嗯，橄榄球，我们需要橄榄球，好，我们走下一关，小妞又出现了，小妞你在哪？哪一只又是你？哎、欸，真的哎、欸，那、啊、这只嘞？
Fender Fish。啊，这是谁 ？LVSHS。啊，这个嘞，有一个是什么狐狸的？紫狐吗？喂，为什么你是朋友鱼？你不要笑。哦，我好像管太多了。去吧，触手。不好意思，这个真的是法师吗？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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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戏除了触手，我什么都不信。除了触手，我谁都不信。我不相信触手以外的东西了，在欺骗我，都在欺骗我，全都是泡沫，都死光了啦，反正 BWD6 SEAWED， 哎，欢迎加入，新触手等永生啊，没了没了没了。我们去买食物了。繁星唱歌真的蛮棒的，哎，谁啊？谁啊？全都是泡沫，是你不会倒酒。啊！关错麦啊！关到游戏声音去了啦。我不相信触手以外的东西了，我不相信了，卖掉了，我不要你了，我要买大象，我要买大象，海绵宝宝，走了走了，哦，那其实是没有把字拆开 ，F R F 哦 F I R E 耶，天啊，我怎么念成 F R I N D？ 天啊！你道具要用看吗？什么道具？这个、喔，它不是就生成菜鸟吗？还是你是说这里？这个我想说有职业买了之后再拉出来啊。现在生成不就死光了吗？等繁星的脸总有一天好的时候开视讯歌回啊，视讯歌回是更不可能的啦。就你可以省六块钱啊。是啦，刚是这样想，可是不小心又花钱，花钱银行，完了，看来六块钱就是用到这边的了，啊，召唤一只，啊，免费的，谁谁谁谁谁谁行了 ，Y E Y A E N I M S P I C，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为这群炮灰贡献了一份力。姚安安，完了，永远一等的坦克，这怎么玩？冲啊！炮灰嘛，就是炮灰嘛！啊呀喂呀！哎，我容易射到这边来。五十往前冲是在冲他小，告诉我，你也想当炮灰？你还活着吗？你有在哪里吗？应该是上一场的吧？这场走好久哦。记好，救口在这里，差点他就死了。看一下哦，下一点，别叫。哎，补、欸、一次真的很耗魔哎、欸！天啊，难怪往前走，死了！触手倒了哎、欸，完了，我们的信仰没了哎、欸。过来，哎、欸，Joker倒了，
BNJANINTHO， 然后 BUBBLE。完了完了完了 ，BBQ 了！拿什么？你拿这把枪？没有。这莫非就是省六块钱的威力吗？点了哦。所有单位。五十点呢、欸？五十点呢、欸？你要不要去抢？你要不要去抢劫哦？来看一下哦，要重新升级了啊！花这个好了，鞭子哎、欸，哇！你可以早点出来吗？让我抽他们比较好抽哎、欸。啊呀喂呀、啊！啊呀喂呀、啊！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大？哎呦喂呀、啊！好可爱哦、喔！哎、欸，其实蛮喜欢的、欸。完了，要死了！我感受到了，不要！鱼，好大的鱼！五温鲨鱼，冰箱，冰箱死了。闪电变成闪电是什么啊？饥饿或饿坏所有单位的攻速增加。不是，你们怎么都不会死啊？我觉得投资在这边好了，穿透射击。他们死不了，他们不会死。打 boss 咯、啊、等一下。我们少了一个鱼啊！完蛋，完蛋，完蛋！我太冲动了。我们邪教还要少一个，这估计是最后了。超强哎、欸，不会死哎、欸！凭什么？信错教了吗？啊！死了，死了，死了！抱歉了，不是在敲，不是，什么？倒了倒了倒了，迷人的危险。不过该看你已经解锁了新的酷东西，建设。看完安安，我回来就死了，不行啦，后面太难打了，后面是不好打，后面没好爬。啊，好玩，其实真的蛮好。哎、欸，还有哎、欸，不过你快看，你记住，不可攻破，最后的机会，每二十秒职业的单位增加999伤害。这个幽灵应该也会讲完吧？他不是说想跟你们互动的游戏吗？除了邪教一样，应该也可以。多重施法，所有单位入趴的几率，使用主动技能。第二次机会，最后机会，第二次机会，还有没有第三次机会啊？这里还没有第三次机会。你是机会，他也是机会，这边还有没有第三次机会？职业单位有 35% 的机遇能再找到的哦。还有哎、欸，炮灰靠药，等一下，对不起，欸、不能点哎、欸。超级之拳，每五秒冷却时间，只要职业单位消耗30点魔力就能中了。啊，职业单位有35%的机会避免受到负面的状态。职业单位有35%的机会。放血，捕食对敌人释放治疗，他们对他们治疗的力量30%的魔法伤害，而且他们。啊、哦，这不能补队友哎！哇，炮灰是开始组合，有我知道。哎、欸，
那这个是捕尸就不能再捕队友了、啊。那我们开场选炮灰吧，你们这群炮灰，来来来来来，新游戏，哈哈哈，这边可以选了、欸，容易了，好多哦，大乱斗，哎、欸，三个就有 PVP 模式，好啦，高手模式，运动加中古角色扮演。走了，炮灰。来，让我们哎、欸，在上一回合人类杀死了八个，所以你获得了一个按钮。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暴君万岁！哦，银痕器，在目前等级所有的怪物造成500点伤害。目标至少留下一点。哇哦，哇哦，他没有说 BOSS 除外哎。对，这游戏有线上 PK 的模式。在显示方块上面是的，哎，第一位炮灰啊，你也抽过啦 ，ULTRAMN， 再来是 WENZ 啊，以及 LVSHS， 哎，你也抽过啦，还有是七吗 ？S。S E R I N A， 最后一位 Y O N G R， 哎，真的是炮灰、欸，没有坦克哎、欸。我们铁拳无敌孙中山啊，我们没在怕的，对不对？来吧。哦，你是Alice 哦，哎，你好啊，我不能开赌盘，对不对？可恶！想说来猜猜，等一下会活剩几只？炮灰们冲啊！哎、欸，我刚刚如果选一的一滴血的话，我 是直接赢了。炮灰冲啊！炮灰们，你们太威了！近死恐慌，若 50% 的人类于战斗中死亡，其余每名人类吃掉一个单位并获得。哦，他可以选择不要，对不对？好啦，吃啦，反正你看这边那么多人容易死掉的啊、嗯，我们这一场就不要，不要选职业了，好了。哦，你出现了，恭喜恭喜。他也是炮灰吧？500滴血，炮灰打，炮灰们打，啊，死了一个，死了一位炮灰，啊 ，C K A K C A R C H 3你又回来了，好，这一场只靠拳头好不好？需要更多的炮灰，没错，没错，没错。看一下哦，我们炮灰需要更大的攻击力，对不对？以及更多的血量，对不对？需要更多的队友，对不对？好的，炮灰来，欢迎你加入。那个猫毛西啊，毛西加入了。还有 C H A N G 啊，12月70号生的，十二月七十号，我会公他小。J E S T X I N 啊，来来来来，我们炮灰。炮灰有你有我，老居是哪一个啊？老居是这个吗？老居12月70号生哦、喔。老居讲话哦、喔，老居，让我看看，啊、这是信哦、喔，不知道 X I N 啊，信讲话哦、喔。不对，我们炮灰要先吃饱。哦哦哦哦，三次老居哦，对不起嘛，谁认得出英文？这里吧，哎，老居，老居图片攻速加啊，老居打他，老居，他真的打老居哎、欸，
天哪、啊，我都不敢打老狙，你敢打老狙？天哪、啊，老狙你要死了，我帮你换给阿威行啊。哎，走错房了，靠腰，完了。二四六八十二，十四。来，如果等一下是奇数的话，我们换模式。明白的，奇数的话，剩下奇数的话，我们下一局就继续炮灰。啊，偶数的话，我就开始找装备啊。偶数装备好，偶数装备。去吧，三下，四下，炮灰们加油，炮灰！啊，就是要炮灰了，需要更多的炮灰，好爽哦！喂，开心，好开心。难道这里就没人能打决赛战夺冠军吗？你们这些粉红渺小的人类，你们是终结球战士吧？来一场公平对决吧！获胜者，好，你去吧，你不是炮灰、欸，你去吧。太猛了，太棒了，他感觉一定超痛哦！不会痛，因为已经死了。很显然的，人类获得了十枚弹药，知道啊？你死了。欸、来看看有谁哦、喔，开箱开箱啊！有谁？这样总会抽到你们了吧？Y I L A A I L 啦，K A U D 啊，然后 D X C V 啊，你又回来了。Nico，Yoko 还有什么口 ？Nezuko 553032 ，G G 152400啊 ，S L C C M I N G。O D I E O U D W D 六，哎，有些很容易抽到呢。L U E L U P O P Q Y U J U E N O G O， 好难，好难念哦。S E R N A， 毛西，你又回来了。S 原本就在这里，我这好像都原本在的、哦。我看一下哦，优口在哪？老居死了没？在，好在，好，来老居，先给你带，好，我的 mod 带这个没问题吧？好，走，快，你们的伙食费靠你们自己赚啊！冲啊！好像在按，好像医生鱼在咬脚，我的天哪、啊！哎、欸，这边右上角是哎、欸，我把聊天室关掉好了，因为它右上角会显示那个死掉的人。哎、欸，这样子有没有？右上角呜死掉了 ，SL 死掉了，这样子。你们需要补师吗？你们需要补师吗？不行。你们想吃东西还是想要人？哎、欸，不行哎、欸，那个，再找两个好了。等一下哦 ，C H A N G， 咪咪啊啊，剩下要拿去买东西吃了啦，快饿死了。去吧，喂你们粮食。啊，死了。你看，你看，毛七又死了。好了，你们不会饿肚子了。我看一下哦。啊，白痴！终于抽到了，你刚刚其实就抽到了哎、欸，你抽到第二次哎、欸。看一下哦，入口在哪？啊。不好意思 ，mod 优先保护，好不好？
啊，不好意思，你应该要先死的，把你的披风脱下来给鸠口穿啊，去死吧！好坏。哎、欸，鸠口死了，鸠口你死了。老居，不要让我失望，老居。你们可以打同一只吗？会死哎、欸。老居加油！老居你活下来了，有跳一个成就哎，这一个生还者，没事。Joko 你要复活了 ，Joko。啊 ，PB 哎 ，PB 回来了 ，AND， 那你们自己看啦。想念了，好累哦。你看 QQ 又回来了。其实很好抽啊，你看我们几轮了 ，A B C D 92192是不是你的学号啊？完了，要饿死了！去吧，啊不对，老巨人在前面。哇，好险，好险！好险你走到前面的时候停了下来啊！来看一下 ，LU 死了 ，QQ 死了 ，SH 死了 ，PB 死了。我死了很开心吧？老巨不好意思，不要站那么前面好不好？很恐怖哎、欸！你们要为老巨而战，不是为了我而战。哎、欸，为什么没有抽到我啊？没道理啊，不可能啊，怎么会抽不到我？我们等一下给血量最少的穿上这个吧，看谁应该是抽不到的。哦，有有有有，你可以跟老巨穿情侣装啊！你是谁 ？A B C D 九一九二一九二啊！你可以跟老巨一起穿情侣装，完蛋啦！你们两个是死啦！哎，好啦，吃一下啦。哎、欸，这喊好累哦，我看一下哦。啊，没有东西可以加哎、欸，天啊！你有算进去吗？算什么？开台的会算吗？我不知道、欸，因为邪教羊其实可以自己加入，不是吗？邪教羊不是可以？好可怜、啊。哎、欸嗯，老居，老居，你保护一下老居好了。啊，再见了。啊，好残忍，好残忍哦！重新开始，好玩哎、欸。炮灰们，来，我们下一轮炮灰。你看啊，他其实就很迷啊。有些人每次都有抽到哎、欸、，NEG OG BEN 这也抽过啊。妮亚、妮亚、Mini YA 啊，小妞对不对？好了，该保护谁都知道了。不好意思，这个穿披风的至少打个字，让我知道你是谁吧。那我知道你是谁，报价打斜线，小老鼠 ，N N I， 哦，尼亚哦，对不起，对不起，就是你教我玩游戏的，对不起，对不起，尼亚你好，你值得，冰冰是哪一个？这是冰冰吗？冰冰去死吧！来，我们用拔河阵型好不好？冰冰，去吧，冰冰，为了我的绿衣色。冰冰来吧，冰冰去吧，冰冰，我看冰冰的血量吧。啊，冰冰死了。哎、欸，炮灰认真玩要怎么玩呢、啊？等一下哦，如果这两位，你们通通往前走。等一下。竹子嘛 ，A M B 呀 ，Q A Q A，
K A U D Y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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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 Apple。会念 M E I O K U 八八 D A G A D A G B A G O S H 。好啦，下一关，下一关，买饭吃。哦，是你哦，盼盼楠楠，去吧，两下死了，好了，他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按钮吗？辛苦你了，两下。来，我们有新的英雄加入 ，LVS YUJU 克洛伊。对不起，我就偏心。啊，克洛伊要跟小妞战，对不对？啊，没错，没错，没错。喵呀，可以安安，嗨，打得赢吗？打吧。欸，如果真的炮灰认真打，怎么玩啊？先用这个去挡吗？出现三次，你是寄生虫欸。哦，这个再混，我看到了 QA QA， 你再混哦。那克洛伊还活着吗？哦，还活着啊，克洛伊还活着，呵呵。我来看自己账号的名字，你是利差哦，都死了怎么说？啊，是你哦，渺小的人类遇到一名小男孩，他看起来相当怪异，戴着圆形的眼镜，额头上也是有弯曲的疤痕，所以还拿起小棍子，弯曲疤痕。嘿，你在这说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就是我想带你们讲物资，可能我身上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那名小男孩抱紧那个棍子，不过我让我加入你的队伍，可能是不行。我们是炮灰，所以魔法出了什么事情？问题在于对任何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事情而言，这个理由解释就轻描淡写。如果不将一切归咎于魔法的话。能选这个哦，但差别在于你是不是理解的话筒和这个。好吧，跟我来吧，我们可以同时前进交流。欸，他还是加入了啊！你谁？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帅？哈利波特！天哪！怎么会是哈利波特呢？我怎么会想不到？来看看啊 ，TCC、AND、HS、Nico、WEND、零七、小七，还是你是阿七？你是小七还是阿七 ？IMSPICA， 每次忘记这名字怎么念 ，Chat 七。啊，我们走下面。怎么是这只转身呢？是你哦，几个账号啊，账号名字都不一样。完了，我们炮灰之中出了一个间谍，他应该很失望加入我们。怎么都我在 carry 啊？等一下队友在干嘛？这不对耶，这队友怪怪的耶。
欸，不，怎么是这个？升级好了，再升级。完了，弗雷克哦 ，PB 啊、嗯，完了完了完了，瘫了瘫了，我们少了六个队友。哎、欸，怎么是这个？我选否会怎样啊？我连拒绝的余地都没有吗？不好意思，怎么会这样？我可是炮灰，请哈利波特脱妆可以吗？啊，对耶，他站前面就好了哦、喔。克洛伊，你死了，克洛伊。这什么东西？坦克？没坦克啦。哈利波特，你太过分了哦！你在前面，完蛋了，我没保护好克洛伊，都是他的错。我没有衣服穿了，但克洛伊不在了、啊、可以给克洛伊穿的衣服。他却不在了啊，凉凉了啊，凉了凉了凉了，一下两下啊，完蛋完蛋完蛋，死了死了死了，至少带走一只吧啊，没有，点击 Ctrl 左键可以将物品自动哦。欸，这场我试试看，不用跑回玩啊。那血量最多的站前面嘛，应该这样玩没错吧？哎、欸，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欸，有哎、欸，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实地实地打的话，哎、欸，不可能，不行！哦哦哦哦哦哦！你谁 ？BUBB， 咪咪，你看你又中了，毛西你又中了，啊，晨晨你怎么那么扯？哎、欸，好扯好扯，有职业了有职业了，你们不再是炮灰了，升级，商店升级。对，又是甜甜。等等，这是我第二次在第几次？我不知道，三次了吧？饥饿还是什么？啊！我不给他们吃东西了，这么沉吗？这么狠的吗？你们不能吃东西了哎、欸！饥饿或饿坏时，公司会增加。你们不许吃哎！他、欸啊、如果一直不吃饭的话，会怎样吗？会扣血吗？哦，你泡泡是你哦，有啊，你在这里啊。哪一只？哦，你是弹。啊 ，R A I N B O W B。应该20吧，欸，试试看哦、喔，好不好？这是另类的玩法，玩玩试看。加攻速很威、欸，哇，倒一片呢、欸。哦，只要你送回目前框架之战败时会自动触发，
哎呦，待会聊天室就直接被捉去邪教吗？待会聊天室会直接被捉去邪教吗？什么意思？ DNA 感觉很重要，你是说上面这个、喔？可是就抉择啊，你要点天赋还是买东西啊？茄子，哎、欸，茄子哎、欸，你们茄主播哎、欸，你们的茄主播哎、欸。哦，等我一下等一下，我看到悠悠主播的东西，好，我去蹲一下。利用10枚代币购买50株茄子。啊，强吧？可是强吧，因为我想让他们饿哎、欸。啊，完了，我抢赢了。靠腰，完蛋了！你们饿不死了！你们饿不死了！你们饿不死了！为什么你们想让你们饿不死啊？哎、欸，对哦，炮灰的逆袭，哇，没有钱买了，我白痴，我怎么买这个？死了！没有钱买，没有钱买。我们必须送一个炮灰去死，对不对？每一回合送一个炮灰，谁要？恭喜你荣登我们第一位幸运儿。现在拿的技能是什么？什么是技能？我没有拿技能啊！哦，死掉后会回到那个，回到重生点。完了，第二个炮灰，完了！你们这群炮灰，不要啊！不要想不开啊，炮灰们！不许你们吃东西啊！完蛋呢！以后推一点。哦，升级哦，那是升级的图哦。啊！我没有买，我没有买，我没有要买，我只是看一下。好啦，你去玩大便啦，你是谁？咪咪去玩大便，好吧。哦，这大便好给力哦。那是小妞，哎、欸，对耶，小妞嘞，不是咪咪在这，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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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小妞去玩大便，
我们点填补好了。这样子。哦，小妞妞的血1000，哦，小妞妞的血很多。玩大便玩出心得，哎。小妞上，小妞大便臭死他们，小妞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哎。可以，他们要饿了，他们要饿了。饥饿了没？饥饿了没？小妞加油！小妞加油！小妞升级了。哇，小妞你好棒哦！啊，等一下小妞帮你打针啊！两个咪咪，哇哦！啊，我想点这个，哎，2000，哎，全体补血哦，哇亏，豆腐安安 ，hello hello， 哎，你觉得你这个优，你们优主播会不会有兴趣啊？你看，你们的这就是观众在帮主播打工。哎，怎么有两个大便？哎，哎，对，怎么有两个大便？哎，我现在才注意到，哎，刚不是咪咪吗？连他。连小妞也有哦，来个补吧。刚复制的啊，对呢，对呢，对呢，完了，不想买吃的，我要饿死你们。有吗？你们现在有饥饿效果了没？不吃不吃，不给你们吃。那个分散点也可能进下一阶 DNA， 不一定要全部升同一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是跟我讲这个吗？哦。减能力了，哎、欸，有加攻速了，加攻速了，饿了饿了。我对啊，我就是想看这个格子没了会怎样啊，所以现在在测试啊。算召唤物吧。哎、欸，他也有，哎、欸，白痴哦、喔，触手也会肚子饿哦、喔。SL 跟88啊，扣一个了，扣一个试试看会怎样？
哎、欸，红了，见底了，见底了。那攻速就只有加 4.6 哎、欸。二坏，我们现在二坏了吧？哦，你已经没有食物，你去把一些人类丢进去了。行，快去吧，我不要，我不要啊！哎、欸，一定要哎、欸！哎、欸，一定要哎、欸！哇啊！哪只克隆体血最少啊？五个血，好，去死，去死吧！哎、欸，不行哎、欸，还要再死一个哎、欸！小妞去吧，你的肉比较多，够了啊！没有，你只是死一半而已啦，好不好？没有让你全死，我刚才想让你全死，知道？啊，完蛋！亚速来了，哎、欸，好哎、欸，好哎、欸，爱切触手，不好了，不好了，完了，小牛一直被摔。Asaki。欸、又是这个哎、欸，完全治疗，稳妥哎、欸。救命啊！他把我关在这里，并要求我写一些事件簿。你是谁？我是叙述室的一只，他骗我，我脚麻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脚麻了，我脚麻了，脚麻了。他骗我写下这些内容，我本来想要写一个非完全开放式的 RPG 游戏，但我写的不够多字，他们会强迫我玩心跳文学。哎、欸，嗯，哎、欸，瑞克和莫蒂，嗯，好多致敬哦，听起来比我那个人啊，对吧、啊？我要生气。嗯，嗯，再多一个捕师。继续点天赋，往下走。话说繁星房间还热吗？现在31度啊，现在31度，攻击很高吗？哎、欸、呦喂！有喂有喂有喂有高喂、欸、有什么可以加、嗯、麻油单一还好啊。哎、欸、星辰，下次我去你的房间好了。哎、欸、你一个人住还是有宿室友？我想说有时候白天好热，我去躲去你家避难。好热哦星辰，为什么会负的啊？我点了什么攻击变负的吗？嗯，还是因为肚子饿？你还没开冷气？好啦，不然我等下去找你好了。下播后直接去你家，超变态！这是什么奇怪发言？哎哎哎哎，牙叔不要，牙叔不要哦，所以牙叔可以。哎、欸，不行、欸，两个。两个无钢砍树应该砍得动吧？点不到触手，触手一下400，点到了吗？哎呦呦，哦、好稳哦！检举，来啊！你检举我，你检举我、啊，你检举我嘛！好凶哦！对所有人类的互打加成。召唤生物可获，这是什么公平？好，我放着，我去尿尿，尿尿。
我回来了。我说尿尿尿到一半，想说 YT 有没有乖乖的，然后回来先看一下 YT。哦，机器人。好，没事没事，我们先来看退区。触手会加100%生命值，他不是这边天赋有一个吗？是召唤物啊，因为我看他加攻击力有额外加。如果他是说人类有加生命值，这是攻击力嘛？然后这才生命值啊，攻击速度。哇，选这两个好了。我刚刚在想说要不要点这个欸，好，我们去下一间。食物够了，赚点钱。我自己住什么东西？听起来新城房间话会很有男人味，什么东西？不用怕啦，金城不用怕啦。欸，真的欸，你没吃饱，你攻击就变低了欸。小妞，你的大便快爆了，小妞。瘟疫的。还是我等一下开邪教看看啊，因为他不是在前面啊，过主线任务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小妞，撤走！乱叫，繁星，你不要乱叫好吗？欸，不好意思，欸，我的捕食怎么冲到前线去了？抱歉，咪咪死了一个，没有欸，有人死了吗？没有，没有，目前没有。很棒很棒，各位你们很棒，你们没有死欸，哇，什么最终礼物，所有单位阵亡时会增加一名随机盟友100。想都没想，我直接点了欸，天啊，这样乱叫，乱叫是哪一种乱叫？什么东西？哎，欸，不是不是，不要看我的捕食，不要买啦买啦买啦！哎，欸，其实死了吧？哎，欸，没死哎，欸！哇哇哇！你怎么没有死啊？你怎么死不了啊？欸，其实这样子的话有点恐怖欸。哦，我看一下哦，那可能要这样子玩了欸。欸，白色，你们不要，你们不要动。他吗？明明你要补吗？要补你吗？你说啊，不补了。我干这么切后排啦！哎，欸，贱人，贱人！相信我会好好的。有，你血满起来了，欸，这人坏坏的。买一个，然后啊，我要点天赋啦，白痴白痴白痴哦，防心哦，白痴哦，防心防心，就三层那边叫防心，我会好好的。哎，欸，豆腐你还在吗？他，啊，最近
你是在玩什么 GTA 吗？啊，你魔物猎人进度到哪边了？要不要一起玩？我今天才把一些东西弄出来。不是可以用触手引怪吗？不是，因为现在我的触手变远程了啊，所以现在有点尴尬，是触手不会扛了。触手没有，他进去就是完全不会动了，完全不能动了。所有单位，我再点这个好了。走喽，打 boss 喽，打 boss， 打 boss。欸，他好大颗！不要打我的五十以外的人呐、啊！打那个拿大便的。不好意思，他在打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不要再这样玩，不要这样玩弄我的人，可以吗？什么东西？完全治疗，先用完旧的是不是？哦，啊，省三块钱啊！获得按钮是你需要，哎，满了哦。对，好了，可以点了，30点。哦，要下去了是不是？啊啊！还我食物！渺小的人类跌进了什么里？看着树上挂着一具腐烂的尸体，啊哦！泡泡心里想：哈，怎么这棵树？一名红发12岁左右的男孩朝着尸体扔什么？他一边笑一边说：“却没有正下手破坏的行为。他哦，泡泡你怎么凶？”卡诺是个大叉蛋，你们看起来和猪一样。卡诺是个猪，在说脏话，小日本。你要哪一个啊，泡泡？哦，包包，对不起，包包，你怎么凶？包包，你要哪一个？包包。啊，包包，你要哪一个？你要哪个包包？包包买包包。好，我们去摸尸体。我试着脱下鞋，强健的身体58%的几率。哎呦，包包你好恶心哦！我要吃肉干，我爱吃肉干。试图脱下去，但我把人都吃没味道，摔倒在地上，呕吐不止。看来我们没有鞋子啊，包包，你好恶心哦，包包。哑巴瓜。还好就是，那我就只要用滑鼠玩的游戏。包包你在哪？好，哇，这是什么？双手剑，借喽。脱下裤子，来来来，就靠你过来。我可以治你的眼馋。
欸，你太痛了吧！他刚刚伤害怎么那么高？不好意思，你刚刚伤害我看到300多，是怎么回事？还有破音，有考。好啦，你给你补好了。啊，什么认识的要玩大便的啊？没有，来玩大便。嗯，好。我刚刚看到他好像越打剩最后一只血量，那个刚刚伤害这边加30几，鬼吧？哇，等级要重来了耶！200伤害，他是用背后推的大便呢。颜值，买吃的。血量多少？2600，666。死了，最后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最后。你死掉至少把医疗包还我吧。啊，你怎么什么都没有说就什么都没有留。感谢番茄的会员。抱歉，你有那么硬哦、喔。如果你撑下来，我再帮你补，好不好？哎、欸，你撑下来了、欸，哎、欸、，baby， 你走慢一点，你会死。走慢一点。你看攻击力，你看攻击力，这什么东西？不可能啊！
哎、欸，哎、欸，变低了、欸。这死神越打越痛，看看攻击力。不要以为我没看到、哦。一、二。哦，来，谁复活了？看一下 ，A M B K U E， 嗯呀，嗯，大便，来，给你这个，给你这个。RA，PTP， 钢手，哇，你是补资诶，钢手，好啦，来一个冰箱，那个三叉是什么？斗士的东西。斗士，好，不该吃东西了，等我一下，快吃完了。密室。不准你密室，补师都在补，没追就是怪怪的。好，大客都说话了，补师们注意一点哦。哇哇，我的角色不多哎、欸，哎哎哎。你是有损血，他怎么补那么少？补师，补师补错了，完了补到没魔了，有鬼有鬼有内鬼！大便死了，完了，又人少不好打哎、欸，哎。不是吗？是了。哎、欸，会死我哎、欸！打太慢了。欸、他没魔了，有机会。可以看敌人右边写他的技能。可以看敌人资料，右边写他们。你说点下去看技能吗？嗯？等一下，我就为了哦。S870519，你好，你是一颗头。敢是你哦、喔，嗨，泡芙。因为他刚 buff 越打越多啊，就很奇怪、欸。这算召唤物吧？一阵狂风吹了迷宫，尘埃落地，他们看到一些身上蓝色黑人，一只扶着墙壁，另一只捂着心脏。可恶，现在不要这样，我让他们杀了。哎，可恶！我真的想亲手这个混蛋自己的节奏。是的，我们杀了这个混蛋，很棒，拿去吧。哦，多了一，哇，多了一把枪，多了一把枪啊！哎，
哎，投资在这上面好了。一个，两个，好了，没食物了，找食物去喽。完了，不要！啊！不是，这是不是也打很痛啊？三千滴血怎么打？哑巴，各位，我们下面见。没魔是不是？魔被抽干了。去。死去。既视感。好奇怪哦，刚刚好像死掉过哎，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哦，等一下，想一下，走前面一点，走前面一点，走前面一点，怎么死光了 ？Joko 哎 ，Joko 来再给你机会。有这个哎。谁是谁？感谢 Sugar 的会员，哇，你一个月了吗？你七个月了，对不起，我想说光玉认识你好像才一个月。好，我回到退去了。天赋。打得过吗？他就是要我死嘛，你就说啊。不是欸，每一只三千是什么鬼？只要消耗100魔力便可以燃烧敌人。人类70点魔力，欸，他太坏了吧。他消耗我谁的魔力？哇，哭啊，难怪。他们这边万岁是不是？完蛋。撑住！凉凉，有既视感，欸，有用欸，哇！邪教徒有28%几率能击毙敏攻击他的敌人，只需2秒。哦，太重要了！完蛋，就只剩这些。发放人的。
抱歉，讲事情。快跑！快跑！快跑！啊，该吃东西了。魔法抗性能干嘛？投资武器？不要啦！不要打啦！不要啦！好了啦！超级坦克，无可触及。啊、欸，其实蛮好玩的啦。不过今天先这样休息。哎、欸，等一下我们去测试一下邪教羊好了。离开这个。没有啦，我开一下邪教羊看看，我从来没开过，好不好？等我一下哦。邪教羊在哪？晋级的羔羊更新。没有啦，开一下，反正前面就是要解那个啊，解到后面才能入教，不是吗？哎、欸，怎么还没好？开始游戏。不很大声啊！哦，蛋雷哦，蛋雷，蛋雷，蛋雷，很大声，很大声！拍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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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声，很大声！拍谁啦？很大，好大，超大！我应该打这个我下面这样子，我下面。嗯，看一下嗯，奇怪，为什么读不到？嗯，他要游戏截取耶，游戏截取。新增来源邪教羊邪教兔啊邪教兔截取特定视窗关闭你看我其实截取到了欸你等我一下哦、喔、它怪怪的哎、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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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哦、喔哎、欸，嗨，啊，聊天室就不要放了啦，那个
画面好小。哦，干头还是好大声哦！对不起，我下面是不是很大？我在说什么？天哪！这个吧，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英文变好的是谁？可是语言在哪条？好像不是这边呢，对不对？语言好像不是在这边调呢。我来看无语言的选项。没看过，秀一下，不用啦，没关系啦。等一下哦，感觉是在外面调。左一倒数第二啊？可是，好好好好，你刚好按到啊，可是我刚点怎么没有感觉？欸，不好意思，那个你过来点。等一下喔，我要用视窗解决，因为他现在有副萤幕，我点不到左一倒数第。欸，对啊，为什么刚刚没点到？应该是我刚怎么没看到？还敢说你自己英文变好啊，白皙？设定，画，视窗。这有好一点吗？有欸。有完。进存档。是不是要解完前面的主线任务后面才可以？赞颂圣兔，哈哈，硬要讲。剑技狂硕，你们要带去的两颗头颅可就无法够来一个火爆啊！我记得是啊，那时候看幽里玩大概十分钟吧，就是至少进去砍一下王死出来才可以。好可怜哦！连杰现在就能，那我等我一下哦。就只是说你们中间献祭没办法用小祭点给嘛，对不对？哎，你好。嗨，你好，我叫优格，干嘛？哎，不要啦！哎呦喂啊，那么凶哦！我这个本来想要等那个啊，等有实况盟友过了再来玩，因为想要小起点，让你们赶快抽到。可是，就是变得说我怕养太多兔子，你们。好啦，贵就贵了。他家眼前的羊是最后一只羊，其余都被我们赶走。没错啊，这世界只剩下兔子了。太好了，太好了。没忠诚点数，剩下就抽教徒跟妨碍投票。对啊，怎么可以妨碍我？不好意思欸，我的聊天室可是很宠我的欸。今天刷到兔子造型，我看尤里他很前期就有兔子了，哎，害我以为兔子很好刷，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有人说兔子要后面一点才能有，然后尤里的邪教，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就都不看嘛，他准备要玩才看尤里再玩，啊，看得很仔细，看要怎么虐你们，靠近。再靠近一点点，我回来了，真的点不到啊！那些愚蠢的主教，名对啊，名就主教啊，怎么是教主？我要讲说，真正的教主来了。
对于你的要求，就是以我之名创造一个圣教，应为定。好，好，要存很久？没有啊，就少一点嘛，20块、30块啊。啊，我在幽灵那边的点数可以有你多少啊？10万呢？98000，对不起，我说谎。好，这边应该双平台都可以看了。嗨，摩卡安安，摩卡安安，我在双开，对吧？幽灵是用哦，看这字体突然变好小，等我一下哦。我会不会第一关就死掉啊？打死我吧！图奇转盘转到图奇图案就有造型了。哎、欸、啊，那个不是转那个吗？那个建筑物的吗？啊，砍我啊！砍我！我是死不了的。来吧，再用力一点啊！造型也有哦。哇，凶巴巴哎！那时候看幽灵的台，我只是挂着听啊。那时候在做其他事情，嘻嘻嘻。我忘记要干嘛哎、欸。好光遇吗？主播，你图奇有装插件吗？那个不是要等后面才能弄的东西吗？我记得我有装啊，我看一下哦、喔，看一下哈。哦、仪表板嘛，互动插件元件对不对？应该有吧。不好意思，请问去哪装？请问去哪装？奇怪，我记得我装了啊，因为那时候点开别人的台，他叫我安装什么东西的。不好意思，主播好像不知道去哪装欸。现在可以主选单连接。我现在吗？等我一下哦。设定还没吧？辅助功能下面哦哦哦，可是他那个插件是直接就好了吗？你们帮我看一下，他都英文看不懂。恭喜你完成了，如果你还没有安装图区激活的话，打开你的配置哦。有吗？有了吗？我装了。整合设定。要设在浮动一。哪里？你是说我图奇？欸，不好意思，从头教我好不好？我本来想要去问其他人，可是他们跟我讲说很简单。图奇后台实况互动元件，实况互动元件，嘿，然后咧，找到他吗？可是，我的实况互动元件，哦，浮动一，有了有了有了，谢谢谢谢，你们看一下，你们重整看一下，我好像也自己看哦，我自己看一下我的。哎、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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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整合，观众可以花费忠诚的入没这东西，
累积您的萃取图腾柱集满之后，你就可以获得奖励。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教导。你，我派了不到金钟，那皮苏口。好的。我觉得前面不会死，我不用躲，对不对？这种开启物品栏，慢这样子。嗯，这是哪颗键啊？哎，那个 APP 不行哦，你要用 Google 打开图萃取台。这是哪颗？哦 ，Tab 哦，白痴。然后按左键右键都没有啊，你们很会玩呢，都比我还会玩呢。他明明就不会受伤啊，不是啊，明明就没血量啊，我不用躲啊。哇哇哇哇哇，第二个比较好找遥感吗？可是如果你要抽奖那些不是啊，再用遥感了，看一下哦，已经玩过了，嚣张哦，嚣张哦，看一下哦，Switch 可以吗？不行哎，不能Switch玩哎，电子手把我放弃了。魔法就成360度了，要接线吧，我接线啊。Switch 有这游戏，可是我就接手把，他没有反应没。你是不是质疑我？你是怀疑我很久了，窝都给你好了。指定重拳有啊，我有用啊。哦，你是说授权的给这游戏吗？因为其他游戏我是用 Switch 在玩的啊，像魔物猎人也是啊。中了吗？有中吗？这是兔子吗？请问这是刷手抽，这是兔子了吧？还是造型要另外找？还是一定是他？这么可怜，我连这只兔子一起剁吗？天啊，不要啊！造型可以改，不要啊，我就要兔子啊，怎样？怎么可怜？然后慢慢收集，我不要。那你们前面进来都会死哦，你们前面进来的通通都会死哦，要想清楚哦。观众可以捏造型，我知道，我是说过了，捏兔子以外的通通都会死，好吗？捏兔子以外的，你们都去死。红眼冠，红眼冠能让你在地上与穿越距离。我有救他，有啊，他不是遁走了，他说等待真实的加入啊，不是吗？不要吓我哦，我刷手抽哦，我私下自己刷手抽哦。会有救吧？会先转到最初的羊造型。听说玩简单就好了，对不对？啊，我们后面再慢慢玩嘛。好，决定。你好，
这片圣地的人信巴洛夫之地，成为世界的我们这种灌输信仰之类的虫。哦吐！有吗？有吗？请问有出现吗？哎、欸，可以哎、欸，可以哎、欸！哎、欸，我先讲一下哦、喔，你们抽到不是兔子的，我会杀人哦、喔，我会把你们给口了哦、喔。哦、喔，这个、喔。有没有要玩的啊？有没有要抽的啊？赶快哦，赶快哦，赶快哦！虽然没有小起点，没有，没有，没有忠诚点啊！我说到做到，好吗？那是我们之前就讲好的。啊！谢谢，是我自己耶，是我耶！哇哇哇！你们好烂哦！不好意思，我要怎么捏？建立您的教徒，必须。那自肥啊！必须。哇，繁星耶！捡到过兔子就会有兔子了，哇！所以你们开始有兔子可以选了，是不是？继续啊，那我们之后再来好不好？因为现在没有那个联动，这是什么？唯独论，生命值增加十信仰，决定。好笑，我知道剪出来好了。他、啊、这是干嘛？砍木头哦。好啦，你去砍木头。哎，谁？谁贡献了什么？我们的教徒力大无比，不过必须保持力矩才行。必须收集吹火是众人中的餐点。四五六啦，什么意思？我现在干嘛？收集木头。繁星，做事，繁星，砍。怎么贡献？现在不行啊，因为我没有那个啊忠诚点，所以才说这个等我有忠诚点我们再来玩。好了，我们先这样子好了。哎、欸，合照合照合照，单机游戏，我们不用死了。哎、欸，有那么巧的吗？所以躺在那个祭坛上的不一定是兔子，是不是？哇！太棒了吧！你们太幸运了吧！应该不用死了。哎、欸，还有一个游戏，我想试试看。你们留下来，你们先留下来，我想试试看。哎、欸，不好意思，我问一下，这游戏会自动存了对不对？现在就会存了对不对？这游戏存档的机制是什么？是过一天吗？跟东石大一样吗？要手动哪里？按这个吗？按结束就好了吗？要自己按在哪边？哪边有存档？战斗后或过关储存哪里有储存？主选单。嗯？哦，对不起。哦哦。抱歉，不是有储存吗？你是在嘴我吗，帕克？
我被嘴了，我被嘴了，我被嘴了。决定，那我要测试另外一款游戏啊！你们都给我留下来，拜托陪我测试一下。笑鼠，别笑了，别笑了，等一下精华就出来了。我看一下哦，大逃杀吗？什么大逃杀？英文进步，中文接对步。这是很合情合理的吧？我支出了一些去弥补英文，没错吧？这个可以跟 Twitch 合作，可是我当时在玩的时候已经没有在 Twitch 实况了，所以我想试试看。就是，你看他这边有跟 Twitch 合作的嘛？你现在可以创造武装投票，在玩游戏时寻找 Twitch 设定按钮。这是什么东西？是我是要去插件里面找吗？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哎。如果是退取分支机构或合作伙伴啊，合作伙伴哦，那我没有了，再见了。啊，那没有了哎，我连合作伙伴都不是，对不起了，我过气了。啊，这个啦，这就是可以解锁的东西。你没了，对啊，没关系啊，等后面吧，他的分支机构应该就是实况盟友啦，那合作伙伴就是那个了啊，勾勾。好，没事，那我测试完了，我把你们带去别人家咯，各位，我们要起航咯。我们最近都去七兔台，你们应该也看腻了吧？玩一下哦。有谁的台咧？妹子还要再去妹子台哦，不然换另外一个好不好？我们换另外一个蓝色的妹子，我们粉色看多了，我们去看蓝色的。来交流交流。真辛苦，真的真辛苦。R A I D， 这个啊，这是娱乐，就是，之前不是跟米米常玩嘛，然后就是他算是团员吗？也不算团员呢，就是有玩在一起的啦。那过去打招呼哈，各位辛苦了，等有实况盟友之后再开这个。那一次开应该都开八小时以上啦，对吧？我想说，前阵子才发现说他在退取，然后就订阅下去了。三生鱼，对吧？娱乐啊，我这样想说娱乐哦，娱乐，因为通常三生接四生很难念啊。对对对，那个动身的有做动身的，对他现在转身成 VV 了。好啦，过去咯，感谢各位。那 YT 这边我看一下哦。啊 ，YT 就算了啦。啊，感谢大家，大家拜拜。